一般情况下都会找职业的合唱队去唱这首歌曲。那么这次导演提出了用大山里的孩子来唱这一首会歌，真真正正的是大山里的孩子，真真正正是他们唱的歌曲，然后用他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真情实感来唱这首歌。我以为这个歌特别难，就是我不会唱，我背不下来，然后经过老师给我们的训练，我感觉这个歌特别简单，挺配合的。就是大山里的孩子他们非常的朴实，就是你能看到每次老师去排练，他们自发的就是热烈的鼓掌，眼睛里透露着对知识的渴望，就是那种瞪着大眼睛看着你，哇，就感觉特别的感动。我就是特别想让我妈妈在电视机前看到我妈妈看到了肯定会特别高兴的。